愣着干嘛？进去啊！哎，等等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别怕，我爸很好说话的。来，吃点水果。哎，谢谢妈，不是，谢谢阿姨。我先去做两个菜，你也跟人说两句。那个小谭啊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收入这块怎么样了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你照顾好他吧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啊，现在工资15000，下半年应该还能涨点。以后想在广州发展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您要是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，写保证书也行。我是想问你会不会喝酒啊？不太会。哎，东西给了吗？啊，对，我听说叔叔经常打球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，就多买了几双。这么多，太破费了。没事儿，都是在实货上买的，比市面上便宜1/2，还保真，关键是质量好，而且现在还有活动。啊，那就好。东西我已经收下了。慢点喝。抖音。